你站得起来吗，露西？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详细情形以后再说吧，我们快走。真是没想到我会被自己给阻挠，感觉确实怪怪的。我是伊多拉斯王国第二魔战部队队长艾尔莎奈特沃卡。我是艾尔莎史卡雷特，妖精尾巴的魔导士。一位哥吉尔来了。很好，这样我才能大闹一番嘛。你还在干什么？快后退。虽然那个叫米斯顿给的家伙有点可疑，不过我就暂时相信他这一次吧。你快点阻止。阻止？总算已经成功了。干得好，辛苦了。